是中国人，他也是中国人，他是美国人，他是越南人。我们的同学中是一个人会说中文，三十个人会说英文，十个人会说西班牙人，一个人会说韩文，七个人会说越南人，两个人会说菲律宾人，三个人会说日文，两个人会说印度文，我会说中文。